下了飞往欧洲的机票，你的信心开始动摇，你问我活着是不是个煎熬，医生说恐慌就该吃药，你说你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恐慌中忘记自己的外貌，希望有一天世界又回到从前，回想起今年你却都想过眼云烟，我如果可以可以离开，我不会再等待，孤独。